有一些不实的新闻或者影响你，你的宣泄方式是什么呢？停两天估计就好了。你太可爱了，这是你成名的代价吗？嗯，是吧，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只能你自己去调解了。一直在说自己是钢铁直男什么的，但是再怎么钢铁直男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范围里面，还是感受到大家对我的关照的。就会很逃避那种，就希望自己一直那种没心没肺的那种。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是可以让人觉得我很强大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希望你喜欢我们，知道吗？他自己压力挺大的。原来是自己的吧？是不是要开车？我给你把车拉。许多有我的人就你一个，想到你想起我，胸口依然温热。如果你想起我，你会想到什么？